今天由我跟林博士为大家介绍漫步澳门街的其中一条路线，莲溪点滴，这边就是莲溪庙了。莲溪庙的由来，由相传某一次天灾，华光大帝显灵帮助居民，所以居民很感谢，便在这边建庙供奉他。华光仙师被誉为粤剧界的先祖，很多戏班和大老馆都会专程来澳门的莲溪庙祭拜华光仙师，所以这座庙呢是拥有很崇高的地位，在那个粤剧界的那个领域里面。每逢农历9月28日华光诞当天，居民都会在莲溪庙附近盖建戏棚演戏，庆贺华光仙师的寿辰。时至今日，除了在新桥球场搭建戏棚外，在庙前还会有游戏摊位、莲溪庙会、艺文工作坊等等不同的活动，现场真的非常热闹，可以说是轰得神欢喜，居民也很高兴，绝对是新桥居民的集体回忆。说到新桥球场，其实在新建球场之前，周边曾经是种满莲花的莲花池，不过因为时代变迁，当年的莲花池也不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就是新桥球场和新桥花园，而这两个地方也成为了年轻人运动和雀友聚会的好地方。生活在新桥的人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，这边就形成了一个很独立的社区，新桥居民最有名的就是团结互助，比如说每一次遇到水浸火灾，他们都会互相帮助，所以这边其实有很浓厚的人情味。虽然现实新桥居随社会发展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，但从石敢当邢台、田畔街街名以及水井，大家也可以想象到村民昔日团结互助而又平淡的生活。刚才介绍的那么多地方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，不过还有一间具有历史价值的，到现在还有很多居民消遣的。已经有60多年历史的永乐戏院，在昔日街坊缺乏娱乐的年代，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大众娱乐，亦见证了一代接一代的澳门人成长。除了看电影外，这边更是澳门粤剧界的表演场地，经常会有来自不同地区的粤剧爱好者来这边表演，连著名的大老官任建辉、白雪仙也曾经在这边表演，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粤剧表演给街坊欣赏。走访完莲溪点滴这条路线，希望观众能够透过刚才的介绍，能够对新桥社区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好的，感谢你今天为我们介绍这条路线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先去戏院看电影了。什么？我的票呢？还有没有票卖呀？